忘了吗？那之前呢就有讲到，就是要挑战做一个动作的，就是跪地，然后把手收起来。等一下我来个步子，我想要走过，蹲下来嘛。然后有一个听众就跟我讲，这样子这个脚要这样，就是不能完全放下去，要这样垫着。然后这个这样放下去，然后用拇指这样托着自己 ，OK， 托着啊，然后就把手拿起来，我试看。叮叮叮，是 OK 的 ，OK 的。刚才不有坐下去吗？刚才没坐下去。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对，然后拇指这样托，然后拿起来手。哎 ，OK， 成功。九一，九一。可以先拿一下。小朋友。这样，这样顶着先。OK 啊，你真的是不能哎。好，起来，真的是不能。快点，试试。可以啊，你是眼睛高手。不能。你是眼睛可以啊。不能，真的不能！我这个手一肘我就。这样，如果你的脚的重心开宽，你是宽一点呢？你的脚打开一点。那我今天得到一个结论，它其实不是分男女，是就是男生可以，看你上半身跟下半身的比例。如果你的 size 是这样的话，就比较流汗了。OK， thank you。先下去，先 ，yes yes yes。What？ 哪里？有点难哦。上。Thank you.